高凌风的侦探队，现在轮到咱们住了。看看这门脸，多气派呀！气派！哎呀，没变呐，一切都没有变。这可是林一成有名的大户人家，武举人赵崇武的宅子。你们知道？ 高凌风为什么要选这儿当他的对部啊？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想沾沾武举人的霸气呀？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呢。啊？赵崇武就是高凌风的亲爹，这个宅子就是他们的家呀。真的？那高凌风不姓赵啊？对呀。 20年前，赵崇武勾结乱党黑旋风，犯上作乱，就在这个院子里，他的父母被我双双就地正法。可惜呀，可惜我没有斩草除根，让他的小儿子给跑了。哼，老天照应我呀！ 他还是没有逃出俺老身的手心呐！我说舅子，你这葫芦里还有多少事没倒给我俩听呢？来来来，坐下，慢慢跟你说。哎呀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如今祸害已经铲除，老当家的也好颐养天年了。哎，白司令，坐。啊，白司令啊。 你可是我老身的命中贵人呐！啊，仙石山的事儿，我可真有多谢谢你。大家是自己人，就不必客气了。五位，啊，这个院子，你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<笑>就是比我们仙石山小点儿。<笑>地方小，菩萨大。对，蔡队长。从即日起。 林义成剿匪侦探队正式更名为侦缉队，队长杨虎威，中校军衔，副队长杨石榴，少校军衔。本人蔡德本为侦缉队中校督导官，此命令呢即日起生效。队长杨虎威，哎。 怎么样，都满意了吗？哎呀，满意，一切都非常满意。<笑>哎呀，白司令，言而有信，真君子啊！<笑>哎，虎威，收着。哎，怎么没我舅舅？哎，是啊，怎么会没有你舅舅呢？ 我呢，委任他做灵仪室的正副参事。他是我的幕僚了，要去正府议政了。舅舅的官儿更大。白司令这么抬举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真的不必客气。伯爷啊，以后你们就是正副军了，正规军呢？ 就要有个正规军的样子，所以我派蔡队长过来做你们的督导官，就是要帮你们啊，严肃军规，肃清流寇习气。我希望你们能相互配合，从而京城团结。没问题，大家都是兄弟嘛。<笑>我要去车站接客人，你们慢慢聊吧。 那我送送你，白司令，请。啊，白司令慢走。慢走。哎，蔡队长，什么是督导啊？行了，二队长啊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们不再是土匪了。嗯。你们的弟兄们呢？
你们的兵也再也不能这么吊儿郎当的了。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部队呢集中整训，早晨6点钟准时起床出操。这个先从队列训练开始啊，我呢来监督你。督导就是管着咱们。 哎呀，我的蔡队长啊，不是督导，咱这军训的事儿啊，那改天再说啊。是啊，蔡队长，咱们以后都是一个锅吃饭的弟兄，别老端着架子，不合群儿。晚上准备了饭菜，等着你哈。 烂泥扶不上墙。我说你们几个磨蹭什么呢？哎哎，就这些个没用的东西，赶紧该搁哪搁哪去啊！娘的，找机会，老子一定崩了他。 就跟大哥对着干，对不住大哥就是他害死的。听见没？杨辉和杨石料都当上队长了，咱们以后怕是要归土匪管了。哎呀，剿匪，如今跟匪成一窝的了，这活儿以后怎么干呀？还能怎么干呢？咱现在是匪了。 人家叫一匪治匪。哎，方队长在哪儿呢？住哪个医院？咱们看看他去。得了吧，那儿一定能看着，咱进不去。等他出来吧。我真想咱队长，还有洪涛队长。待会儿咱们找个地方喝酒去，一醉解千愁。去他娘的！老子不干了。把照片放好，门口等你们。 白龙飞啊，我为你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，你给我分个一官半职就这么难吗？你太贪心了吧！给我一个参事，换你和赵家大小姐的幸福和睦，你赚大发了！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不敢。 我这不是在和你商量吗？队长，说走就走，丢下咱们像没娘的孩儿，真窝囊。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别哭了啊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好汉流血不流泪。杨虎威这王八蛋！ 我必须得亲手弄死他。嗯，肚子，别走，大家，肚子疼。哎，把酒喝了。哎哎，小辉，你说这怎么一夜之间天就全变了呢？ 当初咱们跟着队长，端干山窝棚，打天险山门，多痛快呀！啊，现在呢，队员们死的死，伤的伤。红涛，我他妈不伺候了！明天就卷铺盖走人。天下这么大，到哪不能当兵吃粮的？凭啥要在这受他娘的窝囊气？行。 你走的时候，你叫上我，咱俩一块儿啊！兄弟们，以后咱们可是正规军了。看，哥们儿这身皮带呀，啊，哟，哥几个来了，装什么装？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队长。
队长连尸体都没找着啊！我想哭都没地儿哭啊！哟，哟，刘玉成，心情不好，嗯，要不然我陪你们喝两杯。 老子没空，你们自己喝。刘一成，跟谁称老子呢？以前你仗着高凌风摆个臭架子也就罢了，现在主子都见阎王去了，你还跟老子们装大，是不是给脸不要脸了？四儿，你放屁！刘一成，你敢再说一遍吗？我说你放屁，你听不见吗？ 你就是一个替狗吃屎的杂碎，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硬？刘一成，你这意思是想打架是吧？好啊，那愣三哥哥今天就陪你玩一玩。来啊！干嘛呀？我就想喝酒吗？老子陪你们喝。喂，我喝，谁不跟，谁是孙子。 不是，刘一成，给脸上脸。我是看你和小葵心情不好，想安慰安慰你。啥意思啊，兄弟？惯我呢？说对了。走，打下去。 哎呀！哎呀！马三儿，酒还没喝呢。不喝了，刘成，你厉害，你饶了我吧。那不行，男人嘛，说话得算数，对吧？ 小葵，拿酒。喝什么？松开，玉成。 你喝多了，方队长，你看看他都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，你管不管呢？你还不管？ 行了，闹够了吗？走吧，出去说话。慢走啊，老板娘，楼上打坏的东西都先记在我的账上，回头赔给你。没事，掌柜，慢走啊。 听着，如果你们真不想跟土匪在一起，那我就想想办法，在城防司令部那边给你们找个差事。别麻烦了，就跟土匪死磕，大不了就是死了。对，对什么对？现在队长不在了，你们就这样啊？这事听我的，我不听，不听是吧？好啊，小葵，一会儿你先回去，告诉杜晓彤还有其他弟兄们。 不想干的，就散了。哎，往哪儿散啊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？像你们这么闹，还不如散了。小葵能回去种地，小童能回去唱戏，我呢，我回监狱啊！回监狱也比你死在土匪窝里强。
小葵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一定告诉其他兄弟们，别再惹事儿了啊！哎，志鹏大哥。 志鹏哥，你怎么下山了？东北妹妹的那把。嘘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走。哎，你别整那么神秘行不行？还疼吗？ 别卖关子了，行不行？快说，队长到底怎么死的？队长没死。哎，什么？队长没死？好好的呢，被我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。一会儿我带你们去见他。现在就去啊！你俩不能穿这个去，得穿便装。待会儿穿了便装，我带你去。那还等什么呢？换去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钱账还没结呢。哎。 我没带钱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我跟您说啊，现在在侦缉队，我是背副首领。就在刚才，刘义成那几个小崽子竟然敢把我的手下给打了啊！您说我这个兵怎么带？我没法带了。杜导官真的不想干了？他不是我不想干，哎，他们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 我刚收到消息，高凌风的兵已经散了。散了？哎呦，好大的胆子啊！说散就散是吧？我的命令我……侦缉队呢，人心涣散，该谨记携带了。不管是谁，犯到你的手上就不要客气，给我好好的收拾。行，大哥，有您这句话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手软的。哎呀，真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侦缉队本来都是你的人。 才半年的时间，怎么全都成了高凌风的心腹了？论起拉拢人心的本事，你真的是差远了。其实用人之际，攻心为上，只有恩威并施，才能抓拢人心。哎呀，说到底，这人呢，都是自私的，没有利益的平衡，就不会有牢固的同盟，明白了吗？大哥教导的是。 大伙知道你没死，都快高兴死了。天意吧，老天没收我。你也知道我还有我的任务没完成，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商量一下我下面要干的一件事。我想可能你们都已经猜到了，我要杀申继祖。林峰。 你现在身上还有伤，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做吧。看来你已经是同意了。你呢，志鹏？我没有意见。不用看了，你干什么我都跟着。好，那这个计划就这么定了。现在要杀申继祖不那么简单，连医生已经变天了。 所以我们要想的周全一些，要一击命中。首先，郑国，你的任务是继续留在白龙飞身边，然后利用你的工作之便监视着申继祖，看看他平时的日常活动规律。可是我毕竟是鲁占奎的副官，又跟了你那么长时间，白龙飞恐怕没有那么轻易信任我。这个我已经想到了，但我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你能处理好跟鲁占奎的关系， 白龙飞就会相信你。好，我试试。那这个任务最关键的一部分就是指望你了。我非常抱歉的。
就得让你帮我。哎，咱们兄弟之间别扯什么帮不帮，你说我照办，什么任务你说。回到杨石榴身边。什么？不是你再说一遍。继续卧底。不，我怎么回去啊？上一次攻先是山的时候，那是让我做卧底，现在已经被识破了，我怎么回去啊？那我回去，那土匪不得打死我呀？哎，他们现在可不是土匪啊，都是正规军。 正国，方正国，志鹏哥，我觉得这个任务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滚一边去！不行，回不去。你是不想完成了是吗？不是我不想完成任务，那石榴，我跟石榴已经把话都说绝了。好，就算石榴相信我，那杨虎威他也放不了我呀。这个事儿就交给杨石榴去解决，他有办法，因为他喜欢你。 这我看得出来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那我回去，杨石榴非得吃了我？女人不都是吃软不吃硬吗？这不需要我们教你了吧？你们都同意是吗？志鹏，听着，这个任务很关键，你必须要了解深机组每天在干嘛。在土匪那儿必须要有我。 司令，你看，还得是这办公室气派。其实啊，这个位置早就该您坐了。现在灵异城是咱们的天下，你可以大展身手了。<笑>您说的对。哎，前段时间让高林峰闹的。 咱们是赔了不少钱，这次咱们有抓紧干几盘大的，都给他捞回来。不光是鸦片、军火，还是走私的洋货，什么赚钱，咱们就干什么。你说的这些军火呀，鲁南的军火有60%都在鲁战魁的手上，得赶紧把市场还有客户给拿回来。还有，现在车站的控制权也归咱们了，以后走货。 就不用再走公路了，还是铁路，又快又安全。这个没问题，铁路那边我已经疏通好了，以后啊，咱们的货一路通畅。<笑>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方振国前来报道，你的伤还没好呢，不多休息两天。振国带队之身，理应更加勤勉。 将功不过，你跟高凌峰违抗军令，的确有罪，但念你是为了保护人质而受的伤，我也请示焦总了，免除了你的刑责，留在城防司令部待命。我一定尽忠职守，向效忠鲁战魁那样，为白司令效犬马之劳。振国，你是个明白人啊，好，放心，你的降职只是暂时的，只要你做得好，很快就会升回来的。 多谢司令宽容，下去吧。是。我说大哥，还真敢再用他呀！他可是鲁战魁的铁杆手下，高林峰的得力干将。在灵异城，鲁战魁的铁杆下属多了去了，你能让他们都回家抱孩子去吗？他是个明白人，我给他一次机会。
你疯了！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看看你，你这穿的什么呀？这都是。哎，自从离开你以后吧，我就整天东躲西藏，高凌风也死了，我也没地儿去。我就琢磨着吧，去青岛，找我三舅和三舅嘛，他俩摆地摊的。 跟他俩度日子过呗。这不临走以前，再来看看你吗？好了吧，走吧。哎，去青岛路途挺远的。所以呢？嗯，兜里没子儿了。要钱是吧？没有。那你能把我送你的项链还给我吗？ 韩志鹏，要路费是吧？还你！想你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留个念想。你是属鸡的，我记得我当时特意买了一只小鸡送给你。以后啊，我一想你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看。 我受委屈的时候呢，也拿出来看，就是为了怕把你给忘了。你说咱俩在一起一场不容易，你说我要是再把你给忘了，那我也太没良心了。卖瓜子儿，你看你那出息，你嫌不嫌给我丢人呢你？那我不行就要饭的呗，走。你以后不准说这话啊。 要饭。哎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叙叙旧，这一走啊，可能就一辈子都见不着喽。哪儿都别去了，留在这儿。不行，我已经够对不起你了。 不能再留在这儿，让你给你添堵。让你留你就留下，哪那么多事儿？哎，哎呦我的，累死我！哥，哎，哥，妈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哎呀，这身皮实在是太难受，累死我了，没咱们以前衣服穿的舒服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我要个帮手。 哎呀，山猫都给你，我不要，我要自己找一个。哎，那找个车主好的啊，关键时刻能帮你挡子弹。来，哥，我来帮你。哥，你说话算数吗？那算。你确定啊？啊，这不确定。哎哎，这没弄完呢。哥，他在那儿呢。 林医生里没人了，还找个地方花子来。大哥，是我。哎哎哎！哟哟哎哟！你们还真敢回来！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他以前是犯过错，可是他现在已经都改了。站开！你在想干什么呀？啊？ 高林峰已经死了，他现在连个漏斗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以前还是土匪呢，你现在不是也是当兵了吗？人还不能犯点错呀？大哥，我觉得石榴说的有道理。你知道石榴在我杀不了你是吧？ 干啥？那我说我缺钱行吗？哥，我让他回来的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要跟他一起活，一起死，我要留着他。那就一起死去。好了，那就留下来吧。舅舅，当家的，给当家的钱了。韩志鹏，回来就好。
不过，我可告诉你，韩志鹏，这回你不能辜负我们家实力。如果你辜负了他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哎，舅舅，行了，石榴啊，带他下去换身衣服吧。谢谢舅舅，还是舅舅最好。志鹏，我们走。舅，我过去了。就这么把他留下，他回来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你当我真想留下他呀？不留下他，石榴寻死觅活的。这样吧，派几个人给我盯着他，看看韩志鹏究竟想干什么。哎，说话呀！怎么了这是？把这小眼神看了，什么意思呀？我是不是说对了？你再一次的又打入了敌人的内部。哎，你是准备怎么谢我？哎，我欠你的。你欠我多少了？就先欠着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欠我一回啊？给我安排点事儿干，都有任务。我给你安排了。你的任务是这次任务当中最关键的一个。你到底几件重要的事？我的性命在他的手上啊！你的任务就是策应。那不就是放风吗？有什么重要的呀？我觉得放风挺适合你的，一成，你行，这事儿大，这好事儿。行了，一成，你就知足吧，总比蹭个白龙飞强吧。志鹏哥，你别高兴太早啊！你把杨石榴骗了，你看他怎么吃你。不是你对我这任务挺感兴趣是吧？那咱俩换一下任务啊！哎，换不了，换不了，这个我来不了了。你是对我的任务挺感兴趣是吗？要不咱俩换换？大哥，我觉得你交给我这策应的任务特别好。哎，看来就是都没有意见了，对吧？那就准备吧。等我们摸清了深机组的活动范围、活动规律，时机到了，就动手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次复活以后变坏了。什么？太可怕了！这有意思。好帅呀！想不到，你小子还是个衣服架子呀！没办法，底子好。带劲！再配上我，多般配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来，戴上。这个女人啊，还是要穿金戴银，啊，戴上了呢，还漂亮，还更有女人味儿，是吧？你小子这次回来嘴挺甜啊，这不洗心革面了吗？啊，穿上军服了，升级了。保卫啊！啊，下午日本人来临一城，你派几个人呐，去车站做一下治安保卫工作。白龙飞说了。要做到万无一失，给日本人做保安。白龙飞他有病啊！啊，让石榴去就行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啊，黑八
要来林一城和我谈判生意上的事儿。你后天下午去那个林一城大饭店给我订一桌酒席。好，没问题。下一个。谢了。这可是我的钱啊。房间里挺闷的，咱们出去转转。夏队长。大哥，这个中兴矿业的那30万赔偿金可落到了咱林一城头上。我和安藤洋行打过招呼了，以政府的名义向他们借10万块钱以解燃眉之急，老安藤答应了。哼，既然日本人把这个碳矿权接过去，就应该他们出这个钱嘛。日本人才不会认这个账呢。老安藤这老家伙，他挣那么多钱，还跟我们这儿哭穷。哎，龙爷，剩下那20万怎么办？哎，我已经邀请了审计组过来，就让那些山上下来的人帮我们收保全费。哼，这个安藤，不给他几鞭子，他是不会好好拉磨的。区区20万，哎，咱们凌一城有煤矿和铁矿。上100家商行，10几万税米，挤一挤还是有油水的嘛。再说了，审计组下山，他可不能白吃我的军粮呐。干这个他可是行家里手，我们就等着收账吧。没错，大哥。审计组他们虽然是匪性难改，但是对付这些刁民和这些生意人，那真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没这么简单啊。他可是要收20%的提成啊。啊，审计组这老狐狸，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给他呗，只要完成给我上缴的30万，他再多收20%好了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对吧？咱，哎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，就是转转。好，过去我进城啊，总得偷偷摸摸的。现在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林一城的大街上。嗯，好。我要让全城的人知道，你韩志鹏是我的。行行，来看哟。哎，我要吃16。来点什么？买。16好啊，多子多孙的。可是长官，我现在没有十。不是你没有16，你摆什么水果摊啊你？不好意思，长官。这个季节真没有事。您看苹果怎么样？平平安安的，多好。行吗？不行，我要子孙多多。有没有子孙多多的水果？有，哎，西瓜，西瓜子孙也多多。行吗？行。哎，还正常点啊，买了。好嘞。掏钱。没钱你还装大爷？哎，谢谢长官。今天的水果啊，我去看一看。是。山鸡族，楠楠，还是跟我回省城吧。你一个人留在这个鬼地方，我还真是不放心。干孩他妈，你说啥呢？这不还有我在吗？
有我在，丫头没事儿啊。就是阿姨，您就放心吧，兰兰肯定没事的。娘，找不到高凌风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Lucy， 你帮我好好照顾我娘，麻烦你了。跟我还说这个，客气。时间太短暂，来不及承诺。原谅我，从未认真过。简单的表达，爱得不冷不热。爱上了是谁的错？那时的我算路过，我们注定没结果。这样算不算摆脱？请原谅我的错，记住我的好，拥抱着吻你的嘴角。请你原谅。